瞧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可得把每件都确认好。嗯，这件的腰封，哎，还有这件，底下撩边了吗？哎呀，这不撩了吗？你自己看看，老万的技术你还不信吗？真是。哎，一夜之间真的是全都修改好了，可以松口气了。Okay, 哎、你们饿不饿呀？嗯，今天我请客，楼下茶餐厅，走着，走。哎呀，你们快一点了，那边排队很麻烦的，人很多的，来，快快快快快。嗯，好。说好你请客啊。当然。质感不错。他一个劲儿多么成功啊！我叫你们嚣张，我叫你们成功。准备说，哎，老大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给你们好好改造改造。我只是来拿钱包的。朱秘书啊，你看这个女变装部这个衣服裁剪的实在是太独特了，他们怎么剪出来的？这是怎么剪出来的？太巧妙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永总，哎，你还真是好学啊，这中午饭都没吃，就跑来视察工作了。那是那是啊，你看女变装，你们这个成绩这么优秀啊，我一定要好好好好学习学习啊。是啊，特别是这个剪裁简直是鬼斧神工啊。对呀，得心应手。你们想学，哼，也不用直接拿着剪刀比划吧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学习的时候拿剪刀，这个带有质感，质感剪成带感，对，带感了。永总，哎，您要想知道这衣服剪裁的怎么样啊，用剪刀不行。那用什么呀？您呢，必须得亲自当回模特，把衣服穿上，才能知道这衣服剪裁的怎么样啊。哎，是啊。哎，不行，我们不是男呀。对呀，我们是女人。我们不能穿，穿不上啊，太小了，穿不上。没关系的，勇哥，我们这里有3XL 的。哎，让我再来给你们做一个整体造型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这不好吧？不好吧？来吧，勇哥，这不好吧？瞧，哎呀，刘总，慢走啊，不送你们了。衣服不赖吧？再见啊。